大家好，我是阿雪，来自越南，好久没有更新西瓜视频了，差不多有3个月的时间了。因为我没有太多的时间，所以把西瓜视频停更了很久了，到现在正好是1年的时间。我认识接触和开始拍西瓜视频，去年的3月份我开始去拍西瓜视频了。认识了西瓜视频以后呢，我认识了更多的中国朋友，自己呢有动力去更多的地方做更多的事情，然后自己呢也是比以前爱写作，更热爱生活。大家给我发了很多私信，阿展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不拍西瓜视频了？你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了？我很感动，也很开心，很对不住大家。现在来拍个视频，给大家报个平安。我没事，我还是正在上着云南大学的演艺。2021年对我来说是一年很成功的一年，但是也留下了很多遗憾。2021年呢，我幸运再次成为中国大学的一名越南留学生，也有成功几次去寻亲，虽然是少，但是心里很开心。越南这段时间疫情非常的严重，每天的新增病例大概是15-16万左右，所以我一直在家里面上网课。我们已经来到了龙骨旗杆，红河走进越南的地方。欢迎来到越南老街巴沙县的龙骨旗杆，来看我后面水的颜色是不一样的。中国的两条河走进越南，成为越南最大的两条河是红河和湄公河。红河呢就从大理走进越南，